广告拍摄的外景地在新疆的荒郊野外。八月天气是秋意渐浓，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不一会儿就阴云密布，寒风四起。别看 Maggie Q 在镜头里身着火辣红裙，魅力十足，可每拍完一个镜头都要匆忙披上浴袍，抵挡阵阵寒意。也许是因为这件浴袍经过设计师的精心打造， Maggie Q 时不时会拿出 DV 拍下自己穿浴袍时的别样风情。比起瑟瑟秋风，更让 Maggie Q 感到辛苦的怕是脚上这双闪亮的高跟鞋。十厘米高的鞋跟虽然更加衬托了 Maggie Q 高挑苗条的身材，但是一下镜头 Maggie Q 就会立马换上舒服的平底拖鞋。看来对于这副美丽的刑具， Maggie Q 还是有些消瘦不起。辛苦归辛苦，对于初到新疆的 Maggie Q 来说，迷人的风景让她心情大好。It's nice. I'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, so it's kind of exciting, you know, when you're doing something new and new locations, new people. It's nice. 荒原上的牛羊也能吸引 Maggie Q 的注意力。忙里偷闲，他还拉上自己的助手，想和牛羊来一个亲密接触。心之所至， Maggie Q 甚至抱着自己的化妆师在现场又哼又唱，自娱自乐起来。东方新娱乐新疆独家报道。